坐了很久的飞机，终于到了墨尔本了。没错，哇，装备齐全。好吧，那就是，7:30，那我马上在房里。阿姨，阿姨会不会被朋友赶出来？不会啦。你觉得我们要约中午吗？还是要早一点？还车不是要在这边还？对啊，刚刚都没有注意说要还到哪里去。不知道。我们拿车的时候刚刚问就好，我们是在市中心拿车，然后在飞机场还车。我来吃我的。租好了吗？租好了。我来吃我的 GPS。哇，好颠簸啊！找到了 GPS， 快到河边了。I'm going to drop you off at the corner. I can't drive in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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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urn a few doors up. All right. Okay.